มันว่ายเสือชมพูเลยมันเลย半夜半夜在健康，伴随着硬的音乐，特快奔驰的列车临近了直江站车站，大家的旅行生活开始了。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在列车上，我代表列车全体工作人员欢迎朋友们的光临。我们将以一流的设备、一流的服务，伴随您度过旅行生活，祝大家旅行愉快，一路平安。I'm leaving Sijiazhuang right now. Goodbye. Hehehe.